ぼぼ。在三浦半岛油菜花可能现在比较晚，就是还蛮多就卸掉了，还是散散。我现在在油菜花田的中间，这边油菜花还蛮稀疏的，可以很简单的走进来，然后走进来走一种被包围的感觉，拍照起来还蛮不错的。啊喏，因为后面背景还蛮多房子，容易拍到房子，就这样一直往天空拍。然后因为很亮，所以如果把光圈调大，就会整个太亮。很努力的在想办法解决掉那些房子。开的比较茂密，然后人没有那么多，比起四月的时候在新宿赏樱啊，还什么的，还有比起早上河津那个地段的樱花，我觉得这里很安静，然后很悠闲，还可以一起就是跟油菜花拍很好看的照片，所以挺不错的，推荐。